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唐总，哎，太好了，今天的发布会非常的成功，看得我很激动。相信我们的合作啊也会成功，接下来还要你多多关照啊。必须的，合作才能共赢嘛。好，雪玲来。Hello, 哎呀，夏夏姐，哇，你的设计很漂亮，很优秀。谢谢。主要我们这次设计的主题用的是仙鹤，它也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，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吧。哇哦，很不错的创意啊。他们的设计真好看啊。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点，不过在这个绣片上的仙鹤用了苏绣和抽纱两种工艺，这倒是让我没有想到的。你真是走到哪里都是学霸人设。天哪。不过我不太喜欢夏雪玲的设计，我觉得她的设计啊都太过于表面了，而且为了宣传的噱头就非要跟爱情主题挂钩。你想，如果一只鸟就能代表什么忠贞的爱情的话，那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就白死了是吧。这位小姐，请问我们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的妈呀，怎么办啊。我们坐过来。好，坐。夏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，没有针对您。比如呢？你说说看。那我说了，我觉得如果用欧根纱的话，整件衣服看起来会更有仙气一些。所以你是设计师？没有，我是学服装设计专业的，还不能是设计师。刚有冒犯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哎，曾老师您好，麻烦这边采访一下。嗯，好。啊，这是我的本。啊？你这个记录的还挺细致的，不会是想抄写吧？哦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学习服装设计专业的，想记录一些东西而已，并没有想要抄袭。我们这个仙鹤现在已经注册商标了，是有专利的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抄袭是对原著最大的侮辱？你们这个仙鹤标志是注册了，可是仙鹤注册了吗？而且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有抄袭，只是记录一下。好，那还给你。你把它给我有什么用啊？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给你啊。我说你们开发布会不就是让人家看的吗？走吧走吧，唐总对不起啊。怎么就对不起了嘛？走。为什么？我们又没有做错。不是，佳琪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我本子掉了。走。Bella, Bella, Riva Diva, Le Galame, For Dead, No One. 这个都是。小角落，我是你们最亲爱的小飞飞。虽然今天已经很晚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忍不住吐槽一下。我说各个网站的会员账号能不能统一一下？每一个地方注册名都不一样，账号密码也要求的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这本来就已经很难记住。我说各位网站的大佬呀，能不能考虑出一个什么联名款，这样就可以一个账号走天下了。
就算忘了密码也没有关系。不用像我这样可怜兮兮的，哎呀，都记在小本本上。可是本本被人拿走了，我要不回来。我决定了，明天我去明远，把我的小本本要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您跟唐总没有预约，您是不能进去的。可是他认识我，我刚问过唐总的秘书了，他说不认识你。怎么可能？他拿了我很重要的东西。不是，喂，啊，前台您好，哦，我找一下。保安，来，我们可认识你了啊！别胡闹了啊，走吧。走就走。那个小女孩，她现在还在楼下，还在呢。保安就是请她出去，她都不走。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死缠烂打。不是，问你顽强不屈的女同志啊，请她进来吗？问你一下啊。这个喜马拉雅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一个 APP， 做什么的？你看一眼，就是一个网络电台。你要找什么？这个玩意儿，非一道不行。所以说嘛，我就是喜欢蒂姆·伯纳斯里这种聪明人。谁？伦什么里？哎，哎，没什么事可以出去了。炫哥，手机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真不能进去。快快快，我们只有两分钟化妆时间。你谁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男更衣室啊。我走错了。身材不错。变态吧！来，去当酒喝了啊。嗯，来来来。哎呦，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日子啊，我们都可想你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小明哥哥，露竹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想不想我？小鱼哥哥，谢谢你送我的钻石项链，我每天都戴着呢。你别搞这一出啊，这都是我哥们儿，你干嘛呢？这是。走走走走走。你还挺会演戏哈。怎么？我帮你赶走这些花花草草的，你还不赶快谢谢我？你小时候被你哥吵的时候，我也替你掩护过，好吧？你怎么不谢我呢？嗯，你和我表哥最…… Stop！ 我不想提他。小鱼哥，你说我们真的回不到从前了吗？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
不过呢，我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，露珠永远是方小雨的好妹妹。那我就要投奔你了。投奔？对呀。在咱们公司楼下等了几天了？有几天了吧？这雨都下一周了。把他叫到我办公室来啊。我先喝杯咖啡，在这稍等一会儿。谢谢啊。还放玫瑰花。哟，没看小王子呀，看得懂。我刚刚跟吴总确认了一下，提供给每日时尚的新款服装，他都确定过了，他说会尽快发到网上。真棒。你是谁呀、啊？阳光。哎，他是我请出来的。这谁呀、啊？速写本还我。喂，跟你说话呢。你过来找人办事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是不是很没礼貌啊？唐总，可以把我的速写本还给我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可你的本子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？我可以自己去拿的。我家里。你家？不，那怎么办？这样的，你给我留个地址，到时候快递。你记得一定要赶快把这个邮寄给我，这个本子对我真的很重要。看我的时间安排。还有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明轩，你要不要确定一下办公室里有没有少东西？我说你们公司的人还真的都挺奇怪的呀。这办公室少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比如人情味儿。你说什么？人情味。雪玲，她还是个小女孩，不懂事儿，别跟她计较。让一下。